在太一我等你来，抛开烦恼爱上精彩。撒在藤老师美发在他跑日阳若替他谈判退让你跑在一起美日的卡身黑白一生心龙还在有动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伟哥，欢迎再度回到钓鱼泰国频道啊。看到了，你们知道后面是什么吗？一个大排水沟。看到大排水沟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吗？对，因为先前很多人说怎么都没有拍野场，好吧，今天就刚刚好伟哥下班好，然后呢来我家附近的这个大排水沟看一下哦，我们玩看看到底传说中的泰国大排水沟里面勾呆，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般的那个什么 snake 啊、哦、蛇头鱼有没有很多，所以呢今天就趁着下班赶快来拍钓一下短暂的两个小时啊、哦、OK，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钓组是什么，来快速介绍一下今天钓组。伟哥用的是这个1000型的这个卷线器，好，仿特型的，然后用这个饵，神饵，大家都知道，不用讲了，就是 Power Bait， 好 ，Let's go fishing， 我用黄色的，好，比较鲜明，因为你看一下它的水深，褐色加黑色刚好交接在一起，所以呢，很有机会有 Snakehead， 就是蛇头鱼，就是国呆啦，好。好，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非常细小的，大概是 dragon， 哦 ，Ashino 的 dragon， 这个是所谓的一般我们在钓那种小型鱼类的。那一般来说，这个杆子啊，一般大家看完之后会觉得就是那个很像微泡，对不对？对啊，所以我才用今天1000型的小型的来看看。好，杆子都准备了，好、哦，野场到底会中鱼？我们继续看下去，时间不多，就用这个。下班时间的两个小时，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排，我们走啦！臭小孩，机车。就在刚刚中奖，拉回来，然后直接冲出来。耶！我来了。懂了那个哈。ให้ทุกคนให้ทุกคนตอนนี้มันเยอะจะเป็นเล็กๆไปไหนมาไหนมาไหนโอ้ยยังไม่ใช้รุ่นเลยครับผมโอเคไปไปเฮ้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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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
哎呦！瞬间跌倒，钓鱼人就是这么的夸张。哎，啊！哎呦，这么巧，有人跟我一样用同样的也过来这边挂底，你看。哇，太巧了。太夸张了，世界真小，我先把它救起来。哎，连线都一样哎，黄色的，这世界有那么巧的事情吗？太扯了吧！不管了，先救起来，因为时间有限。好了，我先放旁边，来，等一下再来玩它。好，第一个点中鱼之后，然后后面的几个竿都没有咬，没有咬矿。然后我换个点了，伟哥发现一个好可怕的事情，来，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我就跟你讲吧，泰国的这个河川或者说是运河污染超严重了。来，这个一般在泰国大家都会觉得说他们很怕，泰国人很怕哦。这个长得像鳄鱼的大蜥蜴，哦。大蜥蜴，那你看大蜥蜴居然可以被这种运河的水给毒死，他妈也真不容易啊。哇，这应该死了不知道有没有几天啊，哦，还是大致型的死哈。他通常喜欢在这种运河里面啊，然后来掠食这个鱼种。好，所以啊，很多人都觉得说泰国的野场很好钓，是很好钓啦，但是我不确定说他那个野场的污染严重程度怎么样。好，你看我又到另外一个野场，从刚刚那个地方过来这边，好，整条都是一直往下掉，所以很多人说真的泰国这边很多野外的钓场没有错，但是你要看一下有没有人网鱼，如果有网子你就不用钓了，你就浪费你的饵啦，对不对？我今天是用最便宜的 Power Bay 的那个饵料，所以是公司赞助，没关系。到好了，话不多说，一个小时过了，我们继续往下第二小时看有没有鱼货。Let's go。刚刚才讲完说看到渔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在运河泰国运河里面看到渔网，来看一下哦。好，大家看一下，镜头往前拉，来有没有看到？ Hello. 你看这个水草，整个是排成一直线，然后你看就在这里，就是这里，这条线就是网子，所以这一条河你要钓的话就自己保重啦。它整条是下去这样子的，哦，所以就是他们常常会放置网子在这里。当然台湾也会有，或前其他国家都会有啦，可是泰国啊超多的，这是一条哦，前面还有，再往前还有，所以这条呢整条看到这样的渔网，你整条就不用钓了，哦，这整条这一条就这个运河就直接放弃，再往前走，再往上看，好。不过至少今天有中一条啦，对不对？好，我们继续走。好了，短暂的两个小时，下班后两小时快速运河钓游，今天不错。
还捞到一只，但是会不会以后就是一只的命？希望不要哈。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快速短暂的这个拍掉，我们会继续，好，伟哥会继续努力的找更多的这个clone，就是运河。然后拍掉给大家看，运河里面不是只有这个蛇头鱼哦，不是只有钩呆哦，还有很多其他不同鱼种，但是有没有那个命就不知道啦。OK， 今天影片到这边啦，我是伟哥，谢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钓鱼泰国频道。那上次伟哥讲过了，7月1号大门打开了，想要来泰国旅游的，来吧，我们愿意帮你们安排任何的钓游。喜欢我们的影片，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